主料豆皮米糟，辅料青椒100克，干花椒15粒，食油100毫升，盐一勺，蚝油一勺。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豆皮用清水洗过切丝备用，青椒洗净去蒂去籽切丝，热油锅下花椒炒香，去花椒流油，倒入滤干水的豆皮丝翻炒，用食盐蚝油调味，倒入青椒翻炒至断生即可。烹饪技巧，家里有小孩的可以和我一样选择用蚝油扫味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